有粉丝退回来一个包，正常是不退换的，因为是定做的，而且确认没有问题才会继续做。如果包坏了可以拿回来修。他说这个包他很喜欢，只不过跟他买的汉服不搭，想把包退了。一开始我是不同意的，但是他说汉服是他花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买的，衣服已经退不了了，要是包不能退就没钱吃饭了。最后还是同意给他退了，包也就留着了。喜欢我的作品支持我，我很感谢，但是支持不代表一定要买，有时候一个双击一个评论就够了。